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我是方亮。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沈阳、抚顺、铁岭和本溪、大连地区将会出现阵雪或者是小雪，但是总体来说，这个雪量并不会很大，其他城市都是以多云为主。那今天白天呢，总体的气温会在昨天的基础之上继续下降，下降的幅度在1度到4度左右。今天白天只有大连和丹东的最高气温是在零上的，但也只有1度到2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都是在零下的，在0下8度到0下4度左右。早上这一会儿呢，也只有大连和丹东的最低气温还能达到零下个位数，其他城市都是在0下10度到16度。那具体的风力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还会不会继续升温呢？具体详细的数据，主播陈默正在整理收集。7点钟不要走开，我们来详细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记者从大连市卫健委获悉，昨天大连有1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那目前大连市累计有296个确诊病例和38个无症状感染者，共计334个患者出院。出院之后，继续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陕西方面的情况。昨天陕西省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了在疫情防控、城市运转保障、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行业工作之外，一般不外出，外出需要持单位、社区开具的证明。以上措施从今天的0点开始实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在这里呢，也倡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市，交管部门对非必要离市人员进行劝返，却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一定要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提供单位或街道证明，还有相关的审批手续。另外，西安暂停全市长途客运班线，但运送市民生活和防疫物资的货运车辆可以通行，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也不得出市区运营。目前陕西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12月21号0至24时，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例，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当前陕西疫情正处在快速变化阶段，陕西对重点区域严格实施封闭管控，同时加强跨市区协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目前陕西全省已累计封控重点场所924处，环境采样14511份，消杀高危场所557.61万平方米。西安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安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的管控，大幅减少人员流动。从23号0时起，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开始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另外，河南周口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沈丘县核酸检测的4名阳性病例，2名为确诊患者，2名为无症状感染者，以上4人为2对夫妻，系亲友关系，都在西安经营早餐生意。12月18号，以上4人自驾车从西安返回沈丘，途中曾经在三门峡灵宝服务区停留，随后在平顶山高新区收费站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加油，然后又上高速返回沈丘。昨天晚上，沈丘县公安局发布通报，决定对谢某欢等4人以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再来关注一下广西方面。截至昨天的20点，广西东兴市新增了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转运至东兴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进行隔离治疗。12月20号至昨天的20点，东兴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例。第一时间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辽宁省传染病医疗救治中心暨辽宁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沈阳基地1期工程昨天全部封顶。我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又上了新台阶，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处置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辽宁省传染病医疗救治中心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麦玉路9号，昨天全部封顶的1期工程主体包括2栋负压病房楼、1栋门急诊和1G楼，以及污水处理站、煤气调压站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86713平方米，
全部的一期工程预计在明年9月前竣工。一期项目竣工以后，我们马上启动二期项目，总体的传染病救治床位能够达到1000张，就能够满足沈阳市甚至辽宁省的部分地区的整个传染病救治的需要，对那个整个的新冠疫情的防控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据了解，辽宁省传染病医疗救治中心建成后，将承担辽宁省传染病集中救治职能，打造成集救治、科研、教学于一体、国内一流的传染病救治机构。记者洪亮、李中旺报道。好，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内焦点新闻。日前，在线旅行平台发布了2021年度十大旅行关键词，周边游、机票盲盒、大西北、屯旅游等入围。今年传统文化游备受青睐，河南方言中字入选年度旅行关键词。21号，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在海南三亚开赛，比赛分女子单人、男子单人和团体三个组别，共吸引了41位选手和8支队伍参赛。经过3年研究，科学家们在江西赣州皖白垩世地层中的一枚恐龙蛋化石中，发现了全球迄今为止科学记录的最完整的恐龙胚胎，有7200至6600万年历史，属于一只没有牙齿的兽脚类恐龙，目前馆藏于福建南安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昵称为英良贝贝。21号，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在京张线高铁列车车厢里正式亮相，这是中国邮政在高铁上开设的首家主题邮局，也是目前移动速度最快的特色主题邮局，旅客可以在这里完成明信片投递和邮戳收集。21号晚上，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开幕，这是长春电影节第一次在冬季举办，本届电影节共有133部报送影片激烈逐鹿，长津湖、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你好李焕英等16部影片入围，争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10项大奖。切不中，切到手，你是否也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你家的菜刀该换了。一款全新的切菜神器，刀片采用德国工艺，数万次淬炼的特种钢材，切铁皮就像切纸片，简单随意。无论是冻肉、肥肉、羊肉、五花肉、烧烤肉片，还是黄瓜、土豆、莲藕、胡萝卜、硬质果蔬，上刀即可切，不连刀、不卡刀，干净利索。切厚切薄随心调，弹簧辅助，自动速冻省时省力，整体食品级环保材料，自由水洗不生锈，持久耐用更省心。这德国工艺的刀啊，就是快，你看这切肉跟切纸一样干净利索，而且啊，加99元还送一个涮烤一体锅，在家就能涮羊肉吃火锅，那可是太棒了。用这点神器烧制，买一块羊肉就没了，现在用这个刀花同样的钱，你看我切了这么多羊肉，而且它还能切土豆、切藕片，又快又利落，比家里的菜刀方便多了。我们智生家庭厨具因为要扩大生产规模，工厂马上就要进行搬迁，现在仓库还有2000多台刚生产的智生切菜神器，如果要运到内地呢，这个运费比机器还要贵，所以呢，我们决定这批货不运走了，直接的清仓处理，让利给消费者。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承诺，切不动骨头退，切不动冰冻的羊肉牛肉退，切不动所有的鸡鸭鱼肉退，如果发现卷刃、发现生锈，我们全部退，反正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外面一盘牛肉的价钱带回去，天天在家吃火锅，随时可以吃烧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了。好消息，好消息，智生家庭厨具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生产的一批智生切菜神器清仓处理，原价398元的智生切菜神器全国清仓处理只需99元，只需99元。等等，还有好消息，前100名打进电话加99元，我们再赠送您价值798元的涮烤一体锅，想涮就涮，想烤就烤，涮烤煎炖煮一锅多用，不粘烤精食品级烤盘，不粘锅一清洗，想涮就涮，想烤就烤，涮烤
煎、炖、煮，一锅多用。富山淘金食品级烤盘，富山锅一清洗，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只为早点清仓，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乳业。还没好。老曼芝咳痰喘，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好舒宝牌黄金油胶丸，采摘广西大峡谷野生黄金嫩叶，1公斤浓缩提取1克黄金油，每一粒都是宝，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还没好。老曼芝，咳痰喘，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好舒宝牌黄金油胶丸，采摘广西大峡谷野生黄金嫩叶，1公斤浓缩提取1克黄金油。每一粒都是宝，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浓痰就咳还没好，快用好舒宝。去掉多余的繁杂，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简纯酸奶零添加蔗糖，怕蔗糖喝简纯。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君乐宝乳业。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我的腰腿我做主，舒筋健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首先来认识一位学，这就是学霸的作息表。浙江大学征集的学霸作息表最近刷屏了。这些作息表当中呢，有各种各样，其中有疫情版。同学们说，这隔离啊，就等于宅，等于更加自律。还有一张浙大考研作息表。还有同学偏爱简约风格，井井有条看，看一目了然，对不对？其实呢，不同的是学习方式和专业风格，那相同的就是充实的安排。如果你也有梦想的话，那就扎扎实实的向梦想一步一步迈进吧，向学霸们看齐，提前做好规划，全面发展。当然了，也要注意休息啊，因为劳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昨天教育部召开了发布会，表示全国98.7%的学校建立了睡眠状况监测制度，96.1%的小学和97.4%的初中上午开始上课时间做到了小学不早于8:20，初中不早于8:00这样的规定要求。少数地区呢，因为时差原因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作息时间。那总的来说，同学们的睡眠时间就会更多了啊，压力也减少了。那这些改变对于那些起床困难户还得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来说，可绝对是好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个好消息。12月18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广东省佛山市开幕。来自咱们辽宁省的25个博士后项目参加了比赛，并且在比赛中摘金夺银，获得了好成绩。我省的参赛项目重点聚焦制约本领域发展的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材料及工艺的技术瓶颈和关键难题。来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王远征博士带来了高亢水稻癌症、稻瘟病的新基因和新品种。
我们这个团队呢是首次在北方梗道中克隆了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盗问病基因，它叫做 PI65。我们利用这个基因呢，也育成了一个高抗盗问病的水稻新品种，叫做辽梗168。经过多年多点的实验呢，已经证明了这个水稻不仅在盗问病上表现的抗性非常好，同时呢也兼备高产、优质等特性。中国医大附属圣经医院博士后常鹏带来了一项用我国特有的一种无磷淡水鱼皮用于修复瘢痕皮肤的新技术。它能够把皮肤净化成一层薄薄的脂肪组织，那么这层脂肪组织对我们那个皮肤修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专利的技术。那么在这种技术呢，将来就会造福我们的广大的具有这个皮肤缺损的这些患者。通过三天的比赛，在接榜领地赛中，来自沈阳药科大学的毛玉玲选手摘得了生物医药大健靠赛道的金牌。她的癌症靶向治疗项目得到了大会专家的认可。我们这项技术主要是针对乳腺癌的一种精准靶向的药物滴送技术，它是从牛奶中提取乳源外泌体，然后将药物附载在这个牛奶的外泌体当中进行滴送。它的这个切实转化呢，能够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创新药从中国心走向世界心。在创新赛中，来自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带来的呼吸式动力送风绿尘呼吸器也获得了金奖。它是国内首款呼吸感应式自主送风呼吸器，适用于那个煤矿、石化及水泥等高粉尘作业环境。它的防雾效率高，能达到 PM100，是我们佩戴普通 PM95口罩的170倍。它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尘肺病的高发。我省代表队在本次大赛中总计取得2金1银1铜的好成绩。赛后，组委会将继续为博士后提供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深度对接交流，促进新兴科技完善和落地，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孙诗涵、刘彤、刘超报道。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通史展。在12月21号开馆的沈阳博物馆《沈阳历史陈列展》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今天，子涵看沈博，我们第一时间的主播子涵将会带您走进沈阳博物馆的《沈阳历史陈列展》，去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宝贝和有趣的事儿。沈阳历史陈列展从1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1948年，首次全面系统梳理了这座城市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使沈阳过去碎片化的叙事连缀成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史。该展位于沈阳博物馆二层，分为沈阳源流、天卷圣经、近代风云三个展厅，将沈阳11万年来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在沈阳博物馆第一展厅沈阳源流展当中呢，位于 C 位的可以说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副镇馆之宝——辽代的金面具。那它呢是出土于沈阳康平沙金张家窑林场的辽墓群当中，可以说是十分罕见，也是十分珍贵的。那它呢也是目前中国出土的第三副辽代的黄金面具，可以说它呢也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呢也是目前啊我们出土的同类型的金属葬具当中规格等级最高的，在我们的辽宁地区呢是尚属首例的。从北京赶过来看这个金面具，然后来了解沈阳的文化，或者是说辽代的文化。沈阳的文化很博大精深。在辽代金面具的旁边，还展览着改写中国陶瓷史的辽代白釉褐彩梅瓶和辽代白釉黑彩梅瓶等重点文物。彩梅瓶上的图案是丘纳波在器物上表现的一个首例，堪称是海内孤品。纳波意思是契丹语的译音，指的是辽地的形影。那丘纳波呢，意指丘山，意为丘列于山。沈阳人记忆深刻的太阳鸟的原型来自新石器时代，距今7200年的碳化木雕艺术品也来到了沈阳博物馆。它可是新乐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仅在沈博展出7天。那么太阳鸟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可以见证在7000多年前我们新乐先民们所创造的这种精湛的手艺。在天卷圣经展厅，采用宫廷黄为主色调，与圣经盛世交相辉映。在展厅内有王公贵族与黎民百姓共同安居乐业的圣经12辰场景，
在展厅重要位置设置了可触摸查询的四库全书，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展体验。在近代风云展厅，沈阳博物馆则向观众展现了风云变幻的沈阳近代百年历史。近代风云展厅突出沈阳工业发展史，采用蓝、绿、红三种颜色作为不同时期的主色调。在近代风云展厅的最后一个场景呢，我们是还原了中街的一个店面的二层。那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呢，就可以看到中街上哈，马路上有很多的行人，非常的高兴，正在锣鼓喧天的庆祝着。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欢乐，一片祥和的气氛。那从此呢，沈阳城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光明的日子开始了。记者童浩、刘超报道。好，接下来再介绍一个好去处啊。闲馆千家费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那还有几天呢，就到元旦了。2022中国沈阳迎春灯会将会在明年的元旦在棋盘山盛装启幕。那灯会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呢？又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带您提前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关东影视城，在我身后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花灯就是今年沈阳迎春灯会的主角。现场呢，来自四川自贡的200多位能工巧匠正在加紧赶制。那么迎春灯会将在1月1号跟大家见面。本届灯会占地15万平方米，共有各类大型超大型灯组52组，花灯30000余盏，皆为历年灯会之最。所有灯组均采用被誉为天下第一灯的四川自贡传统工艺，结合东北民俗特色，在现场手工制作并安装完成。大家都知道四川自贡的花灯是在全国非常有名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在造型上，今年花灯的造型可以说是充分展示了南派花灯的特点，造型上更加细致。本届灯会将历时51天，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点，灯会还与棋盘山滑雪场同步开放，全面互动，让大家能够白天滑冰玩雪挑战极限，入夜观灯赏月穿越古今，在冰雪世界彩灯海洋中共庆佳节，共迎冬奥。第一时间，记者刘雨涵、杨宇强报道。假期马上要到了，您不妨带着家人和朋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种氛围。好，今天的新闻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陈默和子涵将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下半场，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精彩继续。翻来覆去入睡难，睡眠有障碍，试试朗逸心、本草静心、汉方安眠，6.6元，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早醒多梦，睡不好，睡眠质量差，试试朗逸心、本草静心、汉方安眠，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朗逸心、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给您包邮送到家。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翻来覆去入睡难，睡眠有障碍，早醒多梦，睡不好，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睡不着，睡不好，早醒，易醒，易多梦，睡眠状况不佳问题不容忽视。试试朗逸心，改善睡眠。朗逸心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酸枣仁、五味子、茯苓、百合、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现在每一个关注睡眠质量的人，拨打电话400-186-1211，10天量6.6元，10天只要6.6元，还给包邮送到家。对，现在拨打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亲身感受用10天。每天不到1块钱，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早醒多梦，睡不好。中老年人睡眠状况不佳问题不容忽视，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试试朗逸心改善睡眠。朗逸心专为睡不着、睡不好等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酸枣仁、五味子、茯苓、百合、四物本草静心安眠，汉方精华改善睡眠。现在每一个关注睡眠质量的人，拨打电话400-186-1211，十天只要6.6元，还给包邮送到家。祝睡眠好，不服老。祝睡眠好，精神好。祝睡眠好，心情好。生活乐逍遥。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211，一盒20粒，价格6.6元，就能用10天。睡眠有障碍，睡眠质量差，认准朗逸心，改善睡眠，营养屋。亲爱的老风湿、老骨痛患者，您还好吗？您那类风湿握不住筷子的手，您那老风湿爬不了楼的腿，您那老骨痛直不起身的腰，现在都好些了吗？如果您还在忍受风湿、类风湿、老风湿、老骨痛的痛苦，您不妨试试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风湿骨痛时间久，疼痛重，老反复，治疗需要对症用药，试试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别让风湿骨痛影响生活和行动。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风湿、类风湿、老风湿、老骨痛，快用曹清华牌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把好日子找回来。益安宁丸，始创于香港，传承三个世纪，精选道地名贵药材，荣获国家专利保护，130余年专心做好药，治疗胸闷、气短、失眠、乏力等症状。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我的腰腿我做主，捉筋垫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时间拥有美好一天，欢迎走进第一时间节目的下半场，我是子涵。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陈默，来看看今天辽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本周二，我们经历了一年当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的到来呢，也开启了为期81天的数九寒天。冬至过后啊，这白天呢会一天比一天长。那我省本周余下的这几天也将会一天比一天冷。尤其是本周五、周六，也就是明后两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会降到-15度左右，而最低温度将会跌破-20度。像东北山区的最低温度甚至会降到-26度到-28度。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大连是阴转小到中雪的天气，沈阳、抚顺、本溪、铁岭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阵雪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各地的温度呢将会再度的下降一个台阶啊，像大连、丹东最高温度只有-2度到-2度了，其他地区最高温度-8度到-3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呢，降温会比较明显，尤其是抚顺、阜新、铁岭地区最低温度只有-23度到-20度，大连、丹东地区最低温度-4度到-10度，其他地区最低温度-19度到-15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力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大连地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丹东、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其他地区的风力相比昨天呢，也都会明显增强。那今天各地寒冷的感觉，相比昨天呢，也会再度升级，一定要多穿了。气象万千用心记录，一起来看一看气象观察员镜头下19天里的辽宁。云-8度到-20度。那未来的3到5天里啊，这里都会持续晴冷的天气状态，尤其是明后两天，铁岭的温度呢将会降到今年冬天以来的新低，也是今年冬天以来最冷的两天，最高温度将会降到-16度。什么概念啊？就是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也比现在这会儿还要冷，最低温度呢也将会降到-23度。那我省其他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一起来看一看。活感成熟超高产的宏硕 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沈阳阵雪转多云，-7度到-19度。大连阴转小到中雪，1到-10度。鞍山多云，-5到-16度。抚顺阵雪转多云，-7到-20度。本溪阵雪转多云，-5到-18度。丹东多云，1到-11度。锦州多云，-6到-17度。营口多云，-4到-16度。阜新多云转晴，-8到-21度。辽阳阴转多云，-5到-17度。铁岭阵雪转多云，-8到-20度。朝阳阴转多云，-6到-18度。盘锦多云，-6到-17度。葫芦岛多云，-4到-16度。沈阳阵雪转多云，-7到-19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几条最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21时46分，在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也就是北纬的31.75度、东经120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常州市及周边城市南京、扬州、镇江等地震感强烈。下面是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消息，为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阻断疫情传播，西安市开展全市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本次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已经转运至市定点医疗机构诊断治疗。我们再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表示，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主席办公室的最新消息，沙希德目前有轻微症状，已经在家进行隔离。此前，沙希德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以及加强针的接种。接下来再来关注辽篮。暂停了一个多月的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周末就将开启了，20支球队将继续展开争夺。昨天辽宁男篮的将士们从训练基地出发，前往长春赛区，开启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征程。虽然沈阳室外的温度已经降到了-10摄氏度，但在辽宁省体育局训练中心体育馆的门外，辽篮大巴车附近，
铁杆的辽宁球迷们用自己的热情抵御着严寒，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来，特意为辽篮将士们送行。从哪儿过来？从内蒙来的。啊，专程来送他们的。啊，对对对对，我也是那个辽篮球迷嘛。北极过来的，我先见那个送送辽篮，为他们加加油。我挺长时间，两年多能见到辽篮了，所以特意过来了一趟。待了几个小时有点冷了。三个多小时吧。当球员出现在球迷视线中，陆续登上大巴车时，辽篮队员瞬间被热情的球迷围住。在 CBA 常规赛的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辽篮以12胜1负的战绩排名第一，领先进入第二阶段，全队士气满满。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啊，马上打第二阶段，能争取好好发挥吧。我们也是不惧怕任何挑战吧，既然决定了去出征的话，就肯定会打好每场比赛。我们队一直都是信心很足的，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吧，就包括我们全队每一个人都做好了全力以赴每场球的准备。面对出征的辽篮将士，球迷们也献上了最真挚的祝福，期待他们第二阶段越来越好，然后没有伤病什么的，然后也快过年了，然后加油吧。好，祝他们比赛成功，健健康康的，加油。记者童月、崔旭红报道。能看出来哈，辽篮小伙子们的状态是非常的好，我们也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拼尽全力，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冬奥冷知识，来说一项充满力量的流线型运动——速滑。在只有1毫米厚的冰刀上，却可以滑出高达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项力量与优雅并存的冰上运动，在冬奥会当中从未缺席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速度滑冰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追溯到11世纪欧洲文献中就有记载将动物骨骼绑在脚上，在冰上快速移动的记录。经过不断的改良与发展，直到1924年，速度滑冰出现在冬奥会的赛场上。1992年，叶乔波在第16届冬奥会上取得1000米和500米速滑两枚银牌，为中国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张红拿下中国速度滑冰冬奥历史首金。速度滑冰标准跑道为周长400米的封闭跑道，一般来说由每组2名运动员组成。在换道区，内外两道运动员时，外道运动员具有优先换道权。速度滑冰在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个和其他项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教练区。比赛中，运动员要时刻关注教练手中的数字，每一圈的数字与运动员的成绩息息相关。大道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是场地原因，400米场地，运动员的滑行速度呢，运动员自己不太清楚。那么呢，教练员在教练席上，有单独的教练员穿着冰刀站在冰面上，叫站在教练席上为运动员报时。这个报时呢，运动员根据教练员的报时，他合理的分配体力，然后呢，根据他自己的那个滑行的每圈滑行的时间，要对上一组或前一几组的运动员或者他的争取名次的时间，会有个调整。冬奥冷知识真的是又长知识了吧哈！我们也祝我国的速滑健儿在冬奥会上取得佳绩。好，接下来新闻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马上进行的大考。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全国的报考人数为457万。针对报考人数大幅增加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局部散发的形势，教育部指导各地加强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采取了系列针对性举措，全力保障考试安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表示，教育部将全面加强工作部署，并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前召开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指导各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研考组织工作。对疫情形势复杂的重点省份进行了专项调度，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妥善处置疫情封控地区滞留考生就地参加考试，协调部署各有关省份和招生单位做好自命题试卷调配和标准化考场增设工作，确保相关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增设备用考点、隔离考点以及医院考场、集中隔离点考场等，
全力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此同时，教育部也提醒广大考生要认真做好个人疫情防护，提前了解考点有关严考防疫要求，按规定做好各项准备，要充分考虑体温检测、安检等因素，合理安排考试期间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此外，教育部提示，刑法修正案就明确，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和代替考试，属违法犯罪行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要遵纪守法，诚信考试，希望广大考生呢能保持良好的心态，沉着应考，通过个人努力成就美好的梦想。大考临近啊，利用这几天把知识点再好好的梳理一下也很重要。备考也进入到争分夺秒的阶段了。12月20号，在河北保定的一所大学宿舍里啊，一名大学生深夜11点起床去卫生间，宿舍门开的一瞬间，被走廊的一幕给惊呆了。当时我起床去准备去上厕所，开门以后发现哇，整个楼道全部都是同学在复习，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在睡觉，下一周就要期末考试了。出门以后发现那么多同学都在复习，就有一种压迫感，就很惊讶呀，同学们怎么突然就全部都在复习了，就我们被闷在鼓里还在睡觉。有道是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预祝所有同学们考试成功。接下来浏览国际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焦点新闻。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只有0.1%，为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经济产业省21号宣布，在迪拜世博会日本展馆附设的寿司店10名员工感染新冠病毒，目前这家寿司店已经停止营业，日本展馆将继续保持开放。面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蔓延，德国政府21号宣布，将在圣诞节后实施一系列防疫新规，比如将私人聚会限制在10人以内，足球比赛等大型活动空场进行等等。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并呼吁民众加快接种疫苗。日前，德国转会市场排出了足坛身价最高的500名球员，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佩高居榜首，身价高达1.6亿欧元。效力于多特蒙德的挪威小将哈兰德则以1.5亿欧元排名第二。意外的是，梅西和 C 罗两大巨星都无缘前十，而分别以6000万欧元和4500万欧元的身价排名第64位和第116位。21号，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落下帷幕。中国队在当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拿下了一枚铜牌，最终以4金1银2铜的优异成绩收官。骨密度减少，骨骼不强壮，关节缺失润滑液，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力。骨比力6大营养素，氨糖、硫酸软骨素加透明质酸、钙、维 C 加锰，3+3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3合1，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电话400-186-2328，7天量6.6元，6.6元给您包邮送到家。亲身感受用7天，每天不到1块钱。现在拨打400-186-2328，1瓶28片，价格6.6元。骨比例，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例，营养屋。骨密度减少，骨骼不强壮，关节缺失润滑液，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例。骨比例6大营养素，3+3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3合1，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电话400-186-2328，只要6.6元就能用7天，还给包邮送到家。对，现在拨打400-186-2328。
一瓶28片，价格6.6元，亲身感受用7天，每天不到1块钱。骨比力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力，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颈、肩、腰、腿发出的警报忽视不得，中老年人骨密度流失大，关节缺失润滑液，容易引起骨骼不强壮、软骨易磨损、骨关节不健康。试试骨比力6大营养素，3+3科学配方，增加骨密度，养软骨，润关节，3合1，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而研制。现在，每一个关注骨健康的中老年人，拨打400-186-2328，一瓶28片，价格6.6元，就能用7天。祝健康骨关节，轻松生活乐无边。祝健康骨关节，无忧无虑每一天。骨比力助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关注骨健康，认准骨比力，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欢迎回来寻味之旅。咱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伙推荐好贺，正宗的山东东阿县阿胶糕，老少皆宜的滋补好贺给大伙安排上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阿胶本经商品，洪景曰出东阿，故名阿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还针对阿胶开出了不少方子，可见从古至今阿胶都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尤其是产自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阿胶，那更是响当当。于是就有不少阿胶的传承人在琢磨，怎么让这古老的阿胶制作工艺焕发出新的活力，于是就有了阿胶糕的诞生。我刚打开这个阿胶糕呢，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这个阿胶的清香味儿，而且大枣的这个香味儿也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呢，这个阿胶糕的这个光泽也是很好的。咱先尝一口。第一口下去啊，这个阿胶的软糯的口感在嘴里这个存在感就很强，而且啊，这个核桃和大枣咀嚼开来呢，口感也是很细腻的，香味儿在整个口腔里盘旋，而且啊，在细细的品呢，还能吃出一点这种淡淡的这个冰糖的清甜味儿，吃起来呢就是软糯香甜。上等的核桃仁、宁夏的枸杞和新疆的灰枣，这些好东西加上传统技艺与正儿八经的阿胶放到一起熬制4-5个小时，您想想这阿胶糕得是个啥成才。阿胶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氨基酸与胶原蛋白，其中大量的氨基酸还能增强人体对锌的吸收，加上核桃仁、枸杞、灰枣、黑芝麻这些好东西，阿胶糕的营养可就显而易见了。我刚刚捏了一下，我感觉它这个为什么是软的？是因为冷却的时间还不够吗？这个不是的，这个像我们这个阿胶糕不是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遇天气，如果说像咱们冬天一冷就会变硬，一热就会变这个软的。一块料足味美的阿胶糕，不用任何添加剂，让您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好东西，吃得放心才能用得舒心。您说这个是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的，那咱们这个阿胶糕的话保质期有多久呢？咱保质期是18个月。没有加添加剂还能保质18个月？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产品经过全部都是洁净车间、无菌车间，咱们每一道工序都经过杀菌消毒，不管从这个熬制、挑选这一系列全部都是经过高温杀菌和咱们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可以保质期有18个月。当然，个别老铁在吃阿胶糕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高血压病人、患有感冒时都应该避免食用，
另外，大蒜、萝卜、白酒、浓茶等也不能与阿胶糕一起吃。正宗阿胶营养家，冬季滋补得有它，补血益气，睡得好，强健身体，没烦恼。不想错过这口的啊，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北斗融媒微信公众号，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嗨购，电商助力品牌发展，全国四家电视台融媒体联合行动正在推进当中。要说提到吃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网上去买食品，方便而且快捷。日前，上海市民王先生接到一通电话，称他网购的900元奶粉出问题了，要赔给他1000元，有这等好事儿？900多块奶粉钱，他说赔我1000多块，所以那个思想就放松了。这时候我就把密码什么银行密码都输进去了，我的银行账户100多万就零了。骗子首先第一步能够登录这个客户的账户，登录上去以后把他的资金转到另外一个积存金的账户，就是客户的资金变成一个理财的形式，在另外一个理财的账户里面。所幸王先生及时挂失改密码，没有造成财产损失。骗子的招数不少，年终岁尾了，大家更要擦亮眼睛，防盗防骗。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第一时间马上回来。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好起来，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我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昨天气温骤降，沈阳铁路客运段的工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一段管线内进行维护作业，确保春运期间万无一失。在这儿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气象观察员昨天拍摄的美景。感谢您收看第一时间，我是子涵。第一时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